哇，好漂亮，有难度。哇，这家好走的路，你看。现在3点多要出门了，等下去吃了买的饭团，然后去载我哥。吼，好早！哎，我妈起床了嘞。阿母，你去啊？我想你电费那多哎。是啊、哦，我单出品了。你在亚洲爬山？对啊。不得货啊！主人差点不好看的。小猫，喵。现在是4点13分。一般路口在啊。一般人家不是都从草堆里面爬上去吗？对啊，就是那里。他现在多一个门当时。是啊、哦。我让人家走一下。天空变了，没有带相机吗？没有。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怎么这么轻啊？后面两颗星星很亮啊。我老是想。没有灯还是走这一条比较好啊。哎呦，我当时看够惨死了，想回家了。没有力了啊，没有力气了，这个上来实在是。我每天都爬18层楼梯，爬了2个月了，哇！我觉得我走到累了，再休息吧。右边这一条是建龙林嘛，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另外林嘛，对不对？斜的对面，嗯，建龙，然后那个，这个是第六林，左边那个第六林，啊，建龙是第五林。我慢慢走。哇，这边真漂亮。我哥很随心的还在拍照。我有体就休息够，我就慢慢走，慢慢走。这样走这路我就 OK。我听到溪的声音了嘞！我以前觉得走过半屏山就值得了。以前走半屏山的时候已经查到有建龙林了，只是那时候建龙林都没有，很少有那个比较详细的那个路径啊什么的。因为现在5点多了，这边 view 不错啊。啊。对啊，哦，好漂亮，5点03，已经日出了，现在5点03了嘞，不是5点02吗？5点04了。5点04。从这边、那个、是这边70，接上去接70，嗯，那、啊、我们是要下去，他走到那里啊？差不多、哦。对，太狠了吧？然后这个是黄金80。80下去可以到南亚区。男子硬过来都还 OK， 已经没流什么汗了。
这个点呢经常看到啊，终于走到这里了，南子郡林线这一条、啊、这个是去这里下去了，帮我拍张，外面旁边黑黑的没有啊？我说那个镜头你拍就好了，把这边再一张，你稍微喘一下嘛，而且还不错哈、哦，这不会很潮湿啊。我有那个，我都有抓到。我这边会滑。脚不够宽，幸好脚够长。不、哦，有难度。有难度。蔡依林老师哎、欸，老师，你先装。嚯、哦！差点摔下去，我一直到下去，对啊，对，我脚够长踩到了。你看红背包那个吗？啊、哦、那个是比较好走的，那也是比较好走的，对，那个叫比较好走，那个比较小啊、哦、你看在我们前面呢，所以要走溪谷上去哦，要走溪谷上去。那你要走哪一条？我可以涉水，要涉水吗？嗯，还好了，其实这个石头长，叫比较好走。它应该在上面一点才会看到那里。是啊，所以它走了还太快了呀。我走的不是拉绳子，拉绳子不是右边这个峭壁吗？旁边还有一条，我记得在旁边还有一条。是啊。你看，他就直接用手了，都要拍一下，拍一下。哎、哦欸，我可以打电话接送吗？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呢，到溪谷了。哦、听了好久的溪声，峭壁要从这里走嘛？好、啊，我们不要走峭壁好了。要保留点体力，假如我走得到半屏山 B 型切口的话，这个是保罗肩的，啊，保罗肩上面上，这要怎么过啊？这里哈、啊。
啊？你要拖鞋泡脚？不要。哇，好多蝴蝶。哦，那边有人爬上去啊。对啊，那边。嗯。你还是可以搭过他的。对啊，他休息太久了哈。要过太多次溪了吧，老兄。哦，谢谢。上次下子在这里。太远了啦！哦，这会累。